上公车了啦！哎呦，这么大事啊！果然没错，是我，是我啦！怎么，你认不出来啊？我是山村啊！哎呦吼，哎，山村太太，对啦，哎呀，我们两个好久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呀、啊，你好不好哈、啊？哎，我好得很呢。哎，那你呢？哎呦，我很好很好的。哎呀，真的呀，看你好像很有精神嘛。欢迎来我们这一家，充满欢乐的一家，夕阳依旧那么美丽。妈，你怎么这么开心啊？你想要怎样不啊？干嘛？好恶心哦！我跟你说，今天白天在路上，我遇到了以前的一个老朋友了。哦，你知不知道那个人对我说了什么话？什么话？你一定猜不到，他看到我以后跟我说了什么了？我想应该是好久不见之类的吧。嗯，哎呦，这种一定会说的客套话，先放在一边的。我们很久都没有见面了，他看到我以后说了什么啊？嗯，哇，你胖了不少吧之类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哪里胖了？开玩笑的啦。哎呀，不要闹了啦，认真的回答我。是，嗯，那你一点也没变，好有精神哦之类的。嗯，你猜对了，我在所有人的眼里面都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都会女子啊。是这样的吗？哎，呀个胡呀个胡啦，后面还有更精彩的。那个人听到我说已经有上高中的小孩子的时候哦，他就跟我说：“啊，你已经有个这么大的孩子了！哎呦，我简直是不敢相信啊！”他被吓得很大一跳，我忘不了他那个表情啊。看样子我真的很年轻呢。啊，东西，那个人的脸上哦写着好大的意外两个字的。他一定是看我不像是个有这么大小孩的人啦、啊！哎呦，真的，我跟你说哦，他那个表情哦，真的是好震惊哦！吉子啊，你看我看起来到底像几岁哈、啊？高兴得快飞起来了！啊，我看起来这么年轻，要怎么办呢、啊？哎呦，流鼻水了。那应该是你已经有这么大的孩子了，真的是岁月不饶人的意思。不是看起来还很年轻的意思，就是说嘛，妈根本就误会人家的意思了，还那么开心嘞，老是爱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根本什么都搞不清楚。他的大脑构造八成就是那样的吧？对啊，你说的没错。不过这个世界上就是会有有口无心的人呢、啊。就是啊。还有还有啦，山村太太还跟我说我跟以前一样一点都没有变呢，甚至还说比以前还要年轻。哎呦，真不好意思呢。听他说哦，我看起来比实际的年纪还要年轻个15岁左右呢。哦，真令人惊讶。嗯啊，哎，来呀来呀啦，哎呦，真是有够不好意思的。哎哎，是嘞是嘞啦。嗯，看样子他真的很开心耶，竟然还在老爸的面前自夸，而且他的内容都膨胀1.5倍了啊！就是说嘛，是吗？就是讲嘛，他说哦，看不出来我已经有上高中的小孩子啊呢，哎呦，就怕一些。因为华太太，你真的很年轻嘛，搞不好会让人家以为只有30左右呢。30左右，华太太，你不只是外表，还给人很有活力的感觉。哎呦，真是的啦，这样赞美我也没有好处可以拿。我是说真的哦。隧道太太，其实你看起来也是非常的样哦。啊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啦，说不定我们跟人家说我们只有20几岁，也骗得过去呢。而且一点也不牵强。哎呦，绝对没问题的啦。已经膨胀到3倍了。会说话了。那下次再聊了，再见哦，隧道太太。嗯嗯嗯，拜喽，华太太。啊，哎，拜喽。啊，误会就是因为这样，才会不断的被膨胀开来的。肿瘤的发生跟肌肉的免疫功能状况。哎，你两个呀，听我说啦。什么啊？是安尼啦，刚刚化妆品专柜的小姐跟我说哦，我脸上一点皱纹也没有，还太好惊讶哦。嘿嘿。啊。两者相互有效，相互影响，严重的发生。
以前的我自己从来都没有去注意到，看样子我真的是给人家很年轻的感觉。不管怎么看，哎呦，都像是二十几岁的人。身为你的亲生儿子，我就不客气地说了，那些话是推销化妆品的人一定会说的吧？哎呦，我说柚子啊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法变得这么的刻薄啊？完事如果不能够坦然去接受的话，将来长大会很辛苦的。什么跟什么啊？被误会只有二十几岁，说起来哦，假拍死你。不过真的一点皱纹也没有，所以也没有办法。不是吧？那是因为一年一年胖起来，皮肤也跟着膨胀起来而已吧？就像这，所以没有皱纹是因为这个原因呢？真是的，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话呢，原来连你哦都……我说的是事实。我说橘子啊，老实说啦，像你这种负面思考的人，讨人厌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劝你们两个啦，还是要懂得接受事实啦。他怎么那么有自信啊？他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现实了。干脆啊，就弄个几样就算了，好不好？说到菜色啊，你还真是面有菜色呢。一样，柚子好吃哦。嗯，老爸，你赶快吃啦，很好吃哦。嗯，没有想象中这么困难啦。你只要先选定你要弄的菜，再去菜市场买你要的素材就行了。哎呀！姐，你干嘛都只先剥皮啊？因为我觉得一边剥皮一边吃很麻烦呢，而且我这个人呐，做事就是喜欢先处理掉麻烦的部分。剥成一堆才麻烦吧？吃法真奇怪。我哪里奇怪啦？你应该看老妈，她才奇怪。哎呦妈，你这样吃很低级耶。哪里有低级呀？啊，皮才是最营养的。那就别吐啊。欸啊、什么什么啊？哎，演什么啦？我刚刚没有看到呢。什么什么啦？啊，柚子啦？啊，是什么？出了什么事啊？妈，你很吵哎，你这样我哪听得到啊？哎呦，跟我说一下会死哦。嘿，差不多够多了吧？好了，我要吃了。爸。怎样，柚子，好吃哦？嗯，老爸吃烤番薯啦，给你，给你，很好吃哦。这段是什么呢？答案要揭晓喽！快点，快点，快说！姐，你又在先剥皮了。我说过，我是个喜欢把麻烦事先处理掉的人。这样很奇怪。奇怪的是老妈吧？嗯。应该会有两只鱼活着。竟然连皮都吃了。妈，你干嘛吃皮呀？啊，烤番薯就是要连皮一起吃啊。为什么？皮才是最营养的嘛。你这两个囡仔吼，一点都不懂啦，真可怜。真的假的？啊、什么什么啊，演什么的啦？哎呦，我刚刚没有看到什么什么的哈，演什么的啦？哎呦妈，你每次都这样、啊、快跟我说了什么什么哈，安静一点，我这样听不到啦。哎呦，你不要那么坏心的，跟我说了。你们两个很吵哎、欸、不是啦，是妈她在吵哎、欸、差不多可以吃了吧？好了，我要吃了、啊、爸你又来了。不可以这样。别发出声音了，现在剧情正精彩。不要再哭了，橘子，别跟我说话哦。我现在正在注意看电视。你看，
你老爸哦也是很专心的在看呢。你吃的都是吐司的边边哎，你竟然吃得下哦！哎呦，你这囡仔真傻嘞！吐司哦，就是要吃这个边边最好吃。没有人要吃吐司的边边啦。做三明治的时候，通常都把它丢掉。啊，是啊。哎呦，那种最差劲的啦，竟然把吐司边拿掉，这种人哦，真的是有够烂坏的。老妈，真是够了。不过最近开始有带吐司边的三明治啊。那是什么吐司啊？啊，姐呢一向都是先从讨厌的部分吃起，八成是想先吃掉讨厌的吐司边，然后再吃中间的部分吧。哼，好怪的吃法。嗯，你自己的吃法才奇怪嘞。没错，柚子，东西吃剩会被雷公打哦。这么难吃有什么办法？吐司的边边就像是水果皮一样，吃的时候不是都会剥掉吗？是啦，我叫你吃掉，皮是最有营养的。还没有嘞，吐司边边会有什么营养啊？才没有嘞，没有营养。老爸，你也收收他啦，叫他不准吃剩啦。哎呦，老爸，你这种吃法才是最糟糕的啦。哎呦，臭啊！哎呦，同事也不容易吃呢。你们这么喜欢吃螃蟹啊？老爸，你吃你自己的就好了啦，不要又想要把别人辛苦弄出来的吃掉。螃蟹有这么好吃吗？我死也不会给你的。早上的片刻，老妈的 tea time。那也还不来。你有没有觉得巴士哦？后面其实都蛮空的，前面哦就像挤沙丁鱼一样上不去了。请各位搭下一班。你看呐，叫人真生气嘞。啊，大家干嘛老是要挤在前面呢？就是嘛。八分、十五分、二十二分，哎呦啊，这是平日的时刻表，一家日的在这边哦。十五分、二十五分，哎呦，要到三十五分才会有的。三十五分，三十五分。要到三十五分呢，今天是例假日的班表啦。要是我们早个三分钟，就可以搭上二十五分的那班说。喂，是现在吗？好，没问题，好。哎呦，啊，巴士公司到底在干什么的？都已经这么多人在等了。
是啊，快累死了，好想喝饮料啊。布上常常被老师这么写，请参考一下。你老妈我哦，做好事是从来不会犹豫的啦。是啊，哎呦，原来是居酒屋的广告单。啊！有正义感的老妈怎么可以乱丢垃圾？这里是禁止放脚踏车的呢，不准停呐、啊！我是要给乱放脚踏车的一个惩罚。自己方便就好的正义感。